童年永远是回不去的记忆。如果可以，当你看到之前的老照片，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就让曾经的过去的老照片让它动起来？无论是童年的自己、年轻的父母，还是已逝的家人，让逝去的时光重现眼前，唤醒尘封的记忆。人虽渺小，但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总想留下点什么。不可否认的是，时光如水，岁月匆匆，时间从指缝悄然流逝。曾几何时，我们都以为美好的时光会永远持续，可转眼间，一切都只剩下模糊的记忆。那些陈旧的黑白老照片，成了很多人永远铭记的回忆。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不曾被遗忘的故事。儿时的玩伴，放学后的嬉戏，节日里的欢聚，还有父母温暖的怀抱，这些珍贵的瞬间，仿佛就在昨日，却又恍然隔世。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过去的老照片，留给我们只是一个越来越模糊、零星断点的片段。岁月的长河，无情地冲刷着我们的记忆，让那些曾经鲜活的画面逐渐模糊。我们渴望能够再次碰触那些逝去的时光，重温童年的欢乐与纯真。在过去，这一切都只能是幻想，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窗户。通过 AI 技术的巧妙结合，那些静止的影像重新焕发生机，让我们得以重返往昔，与记忆中的自己重逢。在这段奇妙的旅程中，让我们一同感受时光的流转，体会生命的珍贵。啊，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如何把一张静态的照片，按我们的要求让它动起来，生成一个可用的动态视频。首先我们介绍第一种方法，也是目前网上用的人最多的平台，它比较适合中文用户，到时候只需要打开这帖子，地址就是这个了，这个链接会放在视频下方，还有零度博客上。打开以后拿起往下拉，现在我们打开第一个 AI 图片转视频平台，我们点击这前往。啊，打开以后，然后接着我们点击上方的登录按钮，进行注册一个账号，到时候你可以通过手机号注册或者扫码登录都可以。输入好手机号以后，那我们点击获取验证码。当我们收到验证码以后，那我们输入验证码进行注册一下，我们点击立即创作。好，这样的话它就创建成功了。那么通过图片转视频的话，那么该如何制作呢？现在我们只需要在左上方这里选择个 AI 视频，就这里了，我们打开它。打开以后，在下方这里它会让你选择你使用的目的，第一个是用于内容创作，第二是素材生产、工作、兴趣等等，这到时候可以自己随便选。这么点下一步，然后它问你你的角色是什么，比如你可以选择自媒体、社媒用户等等都可以。这么点击下一步，手机号输入下，这么点击完成申请，它是需要申请一下才可以的。当它申请通过以后，它会通过手机短信通知你，等平台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使用了。同时也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作，点击生成视频，然后输入提示词，大熊猫用筷子吃火锅，背景是雪山，只需稍等片刻就可以生成视频了。现在网上很多这种视频就这么生成的。如果要让图片动起来的话，那么只需要先准备一张图片并上传上去，然后在里面点击生成视频，接着点击图片视频，把图片上传上去，上传后接着下面输入要求，比如让左边的龙嬷嬷喂紫薇吃爆米花，只需要稍等一下，它就立马生成完成了。当你得知紫薇被容嬷嬷带走时，你的反应？现在网上很多这种搞笑视频就是这么生成的。你说四大皆空，去紧闭双眼，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目前这个平台它是可以免费体验的，但是都需要注册审核。如果你不想等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第二个图片转视频平台。我们点击前往，啊，打开以后，到时候你可以通过这谷歌账号或者是苹果账号进行注册，点击上方的 Sign Up for Free 就可以了。比如现在我直接通过谷歌账号进行注册来进行登录。打开以后，我们点击继续。好，进入以后，
它目前最新的视频生成模型是这个 John Three Alpha， 那下面底下方有一个 Get Start。好，进入以后，如果我们只想免费使用的话，那么这点上面第二按钮。当你看到这个界面以后，那么现在就可以正式使用了。点击这个按钮以后，那就点上传。然后现在我们随便找一张老照片进行上传一下，来试它的效果。好，上传好以后，然后现在在下方输入我们需要这个把这个图片生成视频以后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输入动作描述。比如我们输入让视频中的人物微微睁眼睛，并向左上方看，输入好以后呢，这边底下方有一个生成4秒视频。好，这样的话它就开始了。好，这样的话它就生成完成了。我们打开这个播放按钮试一下，看效果怎么样。效果还是可以的，至少它是按我们的要求来生成的视频了。通过这个平台，你同样只需要一张照片加上简单的动作描述，就可以让一张静态的黑白老照片按我们的要求动起来。但是经过我多次测试啊，这个平台更适合外国人使用。比如当我上传一张东方面孔的人脸照片生成视频以后，播放起来看起来有点鬼畜啊，而且它生成的视频比较短，免费最高只有4秒。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第三个图片转视频平台，它生成视频更长一点，而且效果更好。打开以后，然后往下拉，在下方有官方免费著作链接，我们点击前往。好，进入以后，然后现在进行注册一个账号，点上面有个 channel， 打开以后，然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谷歌账号进行注册登录下，点击登录就可以了。注册登录以后，然后现在来试一下它的效果。我们点左上方有一个图片按钮，打开以后，然后现在上传一张图片，这样我们点打开。好，上传好图片以后，然后在上方这里我们输入个动作要求，比如我们输入动作要求，就是让这个图片中的人物摘下他头发上的装饰。这个提示词同样要使用英文的，输入好以后我们点击生成一下。今天视频所用的全部资料，他们下载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和年度博上。